那日你跟我说，想借我崔家军在荆中的人，帮你救出梁王，不是不行。但你得先赢了我。听你这口气，又想出什么花招？那黄孙愿不愿意跟我来赌一把？ 知道皇孙谨慎，那赌注就由我来说吧。如果我赢了，你要让我借到望州；如果你赢了，那我崔家军便帮你救出梁王。听上去倒是挺公平的，怎么赌？怎么赌？其实很简单，你闭上眼睛。 我从一数到十，在数到十之前，如果你忍不住睁开了眼睛，那你便输了。你不会又想趁我闭上眼睛一针刺晕我吧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如何？ 不过呢，我要自己来数数。嗯，就算你一针刺过来，我也绝不睁眼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，自己数数吧。一，哼，二。 你输了。喂，刚才可不可以不算啊？ 刚才可不可以不算？最初的期待，心亮起来，你是最终的答案，无悔无怨，历尽千。